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现田斋主。朋友给我试了一块地方宴，湖南的醴陵围山绿。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，做一个简单的、非常随便的、毫无意义的、完全不严谨的对比。先看看料子，确实挺绿，也挺干净，应该能算无瑕了。那石纹纹理不太明显，打灯看上去不算很清晰，肉眼是能看到石层走向的。从石层来看，应该是块侧材料。那先来听听手指轻抚的摩擦声。收音来自这个索尼的录音棒。前面说了是对比嘛，所以我随便拿了块射石放一起对比一下。换个位置，一左一右，距离基本一致，再来听听看。再拿个70年代的上海墨厂农家乐来磨一下看看啊，同样都是开封1500目。
其实视频里根本看不出什么来啊，磨出来的墨液也是，这能看得出啥来就有鬼了。声音可以听出有点不通，实际的下发情况其实只有我这个上手人才能真正直观感受到。结论呢，这一块李林下墨挺快，发墨稍微差点。这个下发情况跟侧材应该也有关系，这要是正材的话，发墨应该还能再细一点，下墨会稍微慢一点。这块料子胜在干净无瑕啊，跟稍微像点样的单色笔要粗一点，但不至于很泥。那用还是能用用的，细腻度跟今天视频里的破梅子笔，这块李林是明显处于下风的。那我另外也随机拿了几块破烂端色对比过啊，也是一样的结果。当然这个结论仅代表视频中这一块的情况，这个砚种整体什么情况我不了解，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了解，别来问我，我只用过这一块。 OK， 今天就这样，拜拜。